那您说的，他说跟我处不明白，指的是就我们这当地的一个给您介绍开的是车介绍的，吗？一开始在饭店吃了见一面，我说你多呢，你有什么事你过来。我们这不是农村的集，就跟咱们这超市集，集市，礼拜二、礼拜六是集，逢礼拜六、礼拜二就来，逢礼拜二、礼拜六来。来，你说他来买菜，你说买个东西能，我能叫他花钱吗？谁说他老全让我花钱，一回来100多块钱，100多，我还得送干净，干净还得他上车的，送的干净去。我就是说，您挺真诚对他的啊，我是对他挺，我对他挺满意的。我那我，他老是送孩子，瞧孩子，给孩子接给儿媳妇送孩子。送孩子，我说瞧，我瞧瞧他瞧多的地方，我一瞧他住一凉台地方，就这么一块一个，搁一床。我说这样我可住不了。你干嘛要住人家？你几十间房子？他老不让我来，我那搞对象搞嘛呢？我这儿。哦，他为了照顾孩子，他这孩老子不来。一礼拜你站了5天得站6天，礼拜日就走。这孩子还小是吗？有这么高吗？我这得送多的呀。不是，您说他是孙子吗？还是孙子呀？哦，不，他怎么住那么小一个地方呀？他没那总共60多平米，那儿媳妇带跟孩子跟他们哪住？哦，他跟着儿子儿媳妇还有啊，孙子一起住啊。所以您觉得这不成？妈呀，还有一样。我上去了，我拿了点橘子、苹果、桃，反正哪儿买的东西，我都去坐车去了。他怎么了？我坐车过来，到地方打一车过去，我直接走，哪儿都认得了就。但是之后，在屋子来了，他得哄孩子呢。你进屋还得给我沏水喝呀。定啥时候吃饭也没给我沏水，我这怎么的沏？我这可劲儿。就没太操心你。他还没做饭，你要做饭也好点，你做饭他做饭呢，我得找个地儿喝，找点水喝也能。他说那外吃，我说行，外吃。外吃在那儿，我买了2杯奶茶，挺渴的。他买他干嘛呀？您还买奶茶？他说他花钱。我一带多少钱啊？他说手机就59块钱，我说59就外头10万来了。那不应该您掏钱？是我花的呀。嗯。但是那还都是十几嘴，我买去买色，我就给买色了。就是您觉着他还对您不太上心，进家也不给喝水。不会不上心，他不会伺候人。哦。我找你半天，你找你干嘛？啥叫伺候？你找人伺候您的？实际人家不这么长，说是谈恋爱，有一搭无一搭的，那么多天不见你，都那，你还去找去？实际就是咱说白了，有点冷却的状态，你就不能再上去找个人家还带个孩子，你说你再去找去，还等着人伺候你，是这样啊，先生，我能理解您想找一个人，我们相互照顾，心里得有对方，互相照顾。哎，说话不能说的变味儿了，你不能就我照顾你，你不照顾我。对。哦，我上你家去，你来我们家是准给你沏水，该走我都外，该外吃外头，该我家吃，老小们给老小们，我去到人家家里水都没有一口，连个水我都没喝着，我这脑袋沏，我就跟别人说，我呀长等不成了，你还问什么？等他接了5天，他给我来一电话，他说老杨，我跟你处不明白。我说处不明白，处不明白得了。他说你什么意思？我得了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么待你，你还处怎么处明白了？